我过呢，在平民山道我过呢。结果看魔术都故意拉低了，可是他就是一直碾过去啊，我都看不懂，我真的看不懂哎、欸。可以去带一带吗？你终于带了！啊 ，yes， yes。看不到珠子哎，我靠！赶紧看火，你死掉丢！双死源这力道不好控制啊，主要是这个问题而已。不，那个天狗加死源对的话，哎呀，你珠子在靠我。这边是考验眼力的时候啊，看来官方已经掌握到那个诀窍了。我有说过哈，就是你当他运气成分越高的时候，他就会吃石头。前面两关我就觉得是吃运气，就之前打就打过了，前两关都是吃运气，只是现在这用魔组不好过。少一康。看到他，然后趁机在旁边偷货。转错了。黑白胡子的话都杀到我的召唤了。今天转太好，对，好像是抗魔术太高哎。我是觉得成就不是一定要结啦，因为我这样玩的没有很稳，我自己的感受上没有很稳，所以我不会推荐说各位一定要结成就，因为你光看我吃的石头，我靠！我说真的，各位是不是可以直接拿去打大匪？痛啊痛啊！我故意切开的，我让他抗魔术多一点，因为那次要先 KO 掉比较好处理。用死猿的好处就是不怕缺珠啦，我是说三鼠的哦。另外的其实也是不怕缺珠，为什么？因为你可以
可以转五颗一直转，转五颗一直转，转五颗一直转，转转转啦啦转啦啦，骑在你后面。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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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来吹嘞。340万，因为下一关要打大力一点，所以这一关，对。这一关就给打大一点好了。好，不够力，无要紧，免惊免惊哦，白心吃哦，嗯。Thank you, thank you， 你够带哦，真算趴住了，所以不要想说减伤哦。300多万，300多万。这么低的 combo， 得输哦。第二次了，58%，知道吗？第三次是75%，都帮你写好了，这我们都算过了，测试过了。我没记错是沙九帮忙测的，对，没记错的话，对了，就是他，就是他。看你老师哎，应该是有75%了，有，这够亏嘞，哦，安尼较妥妥。我想一下哦，天狗，我要趁这一波把它爆发嘞。我想一下， 有点忘了，我复习一下。两波应该带着走，可现在没木珠哎。哦，好 ，OK， 没木珠没关系，留下一会儿用好了。你要带呀，你要带呀，好，吓死。哎，老爹，哦，老爹玩，老爹玩。进消息对吧？啊，好的。我想一下哦。应该是这样了，好不好？嗯，靠北，派奇呀！啊，
你无成就呢，啊不，无排行榜呢。录你妈！我们 Elvis 测试过了，对。好，关掉，重来。好，基本上它是属于一个宕机的状态，懂吗？刷命，刷命在意什么？刷我的意思啊？但每次要跳出来，坏了。有啦，有反应给 MH 了，他说对他们是隐私问题，他们说他们会修改。有啦，有反应过，有反应过。没有排行榜不重要啊，我有录影啊，我有证据啊，我有证据啊。啊，你想证明什么？我好像没有想要证明什么，因为排行榜对我来讲没什么用。我又想要、哦。好，我决定开电视。好。啊，这样也行哦。哎，这样也行哦。他奶奶，怎么那么轻松啊？另外追击，舍身弟弟，灵之附属。呀，我看一下有没有什么东西。好，没有没有，不怕有意外，人家没看到。四抗爆，六抗爆，好像有点点危险。Oh my god! Oh my god! Oh my god! Oh la oh la oh la oh la K! Oh! 啪啪啪啦啪啪啦啪啦啪啦，这种感觉没就很舒服。好吧，对，因为暗情就应该很好过嘛，是不是？打四一次哪有？哪有？我看啊、哦，四个石头四一场四，好了，好像有十几次了，应该是快二十次吧，对不对？不好打了，我跟各位讲了，真的如果要打成就的话，不是很建议，因为像这种比较挑战难度的关卡，我建议就对他的那个奖励也还好，就不是一定要拼了老命去打，好不好？枪哥没生活吗？有吧？哎，好像没有哎，忘了，我看一下。哎，真的没有生化四哎。对，不过有 bug 好像也是一样了，好不好？所以有没有生化都不重要，因为 bug 有 bug 的关系，所以你怎么样用都过不了，好不好？打破关了，龙光焕发，当然一定要了。用慕容兽刷到满级就好了，对啊，我是觉得好玩的、啊，尤其是好玩就好了，真的，对，这样太虐了、啊，尤其那个魔族那个走火入魔那个有过靠北，好吧，好，那今天实况就到这边，好吧，就是跟大家分享这个木魔这个双成就，三成就不要了，真的不要了，都会搞死自己，好不好？好，以上这个有了，如果你要用。魔族我会建议可能是双暗狂吧，对，好，那今天实况就到这边，谢谢大家的观赏，拜拜，有人还活着吗？在，好了，拜拜了。